细细粒陈嘉佳当年嚟凭住肥妹可爱形象成功入屋，自从年前约满无线之后，佢就正式离巢转至内地发展啦。日前佢就拍片公开佢住喺杭州嘅靓装大屋，佢介绍咗屋企入面嘅客厅，以原木色同埋米色布置为主，设计简约时尚又温馨。地板上面铺咗地毡，客厅中间仲放咗一个钢琴同埋无数嘅香薰机。令佢时刻都可以置身在香喷喷的环境入面。另外，佢仲介绍咗屋企嘅巨型厨房，设备极之齐全啦，可以话系应有尽有。佢屋企面积目测有2000尺。佢分享完呢条片之后，吸引咗大批网民留言讨论。不过，大家嘅焦点就唔喺佢屋企度，而系佢瘦咗一圈嘅身材啊。